记得，虽然他现在已经叫我可以回去了，但我记得还有一个帮忙的东西在这边。往下走，往这边走没有错。这里吧。哇，又来了大雪。大雪真的很挡视线的说。什么什么？哦，前面有人在练那个。绳拿出来，上次没有想到。好几颗，有连线的话应该很有趣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有连线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下次最起码单机的部分先确定 OK， 再来想连线，不要为了连线把单机给毁了就好。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这种事。哎，我怎么没有踩到萤火嘞？嗨，蔡维斯。哦，前面好多机器哦，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手撕着那些的。踩了萤火，赶快走。不想起太多冲突，已经很花资源了。这个营地在很下面，有药有药。肥鸭，跟狐狸一起奔跑了。肥鸭，算了，不要打好了。
原本想骑的，我觉得要是可以骑的话就好了。没想骑点什么，除了他一开始给的那三只之外，哇，好难过去啊！在雪地努力奔跑。如果注意看的话，那亚罗伊的动作是会变的。那还挺不错的啊。又看到肥羊跑的姿势还蛮好笑的，不过没有办法，雪这么深，骑上去跑不动。我想骑雷霆牙。雷霆牙。哇，这边好几只。奇怪，这个守尸者是特别大吗？还是我印象错误？标这个点，守尸者有这么大只吗？绕过去，绕过去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点，这可不像魔物，是很容易摔死的。嗯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安全。今天要玩的是《刺客奇缘》的亚罗伊魔族吗？又不要真用心啊！诶，没有啊，刺客是影片而已啊，差一点又千鸟，好险好险！有机塔哎，顺手把它拆了，看一下。好像没有人看守啊。怎么这么好？对啊，今年底古墓奇兵又要出新的啦。还不用到年底啊，好像到几月啊？记得还蛮早的，跟蜘蛛人撞齐了。Be fascinating if they weren't looking for me。不要看到我，不要看到我。不知道如何，safe for a few minutes anyway。没有看的时候看能不能绕过去。我觉得那个蜘蛛人还蛮帅的。
不行啊，你们两个一起来，我怎么赢啊？时候会一边大吼大叫，一边硬 A 过去。哪有啊？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偷偷打，但是都很难成功啊。我也觉得很困扰呢。对方也有射击武器，这么远达到吗？哈哈，这个坡都没跳了上去，到底是亚罗伊还是蜘蛛人？亚罗伊太强了。就这样跑掉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实在是对我太好了。吉塔拜。这边火刚刚有点，那就进去里面看咯。有人，有人，看起来是好人，没有问题。这边的村民吧，不知道这到底是水还是冰I think I'm in the clear。水还是冰呢？哎呀，还是水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哦！冷死亚洛伊！有羊，走走走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又怎么啦？还有啊！手魔化追踪者，第一次看到。不过他反而会被基塔弄到陷阱，这个好笑。害到自己人。
没事，没事。哦，在地上了。哦。一下子就损失了。消息，再换一下，猎人要对付这个，就是要拿冰的出来。多下，都白费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伤心哦！啊，我这个是要重来吗？不要哎、欸！哇！搞啥搞啥？我的山坡，我的救命坡！刚才应该要回去营地，现在过来了。嗯，没中。或许可以哦，拆了拆了。谁都别想阻止我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老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